闪光灯再一次胜出了，八二零三，那你承受了你人生不应该承受的事情。各位媒体好，今天这个媒体联访是，我希望来说明一下这两天发生的所有事情。那我简单叙述一下，我跟吴歌林先生是在2017年。不好意思，请回答错。我需要跟他道歉，所以我还是对着他比较好。我要在这边跟你慎重的再说一句对不起，让你承受你这个人生不应该承受的事情，真的很抱歉，对不起。那今天是你的记者会，上面有很多事情要说，所以就把时间留给你慢慢说。如果之后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会回应。或是你想要联络我都可以，谢谢。小心！Thank you.